选美皇后苏盈芝不爱帮处男开包。2008年世界小姐选美，马来西亚。出身大马世界选美小姐的苏盈芝，不但多才多艺，会主持，会走秀，现在更来到台湾一展歌喉，这么厉害！不知道今天我们的专访，她能招架得住吗？那么在苏盈芝，那么大不中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媒体苏盈芝，我是30号佳丽，好久没有回答问题了，因为我以前就是大马世界小姐嘛。那今天我觉得很用心哦。让我回顾回以前梅姐的那种的挑战问答问题。你支持男人有臭味？OK, honestly, 我不喜欢去夺掉别人的第一次，所以我比较喜欢有经验的男生。你问到脸红了，所以你最有没有蛮喜欢男性的性？我觉得是一个感应器。而且是最直接的感应器，不会骗人。是雷达。对，雷达会骗。如果你是个商品，你会你有哪一句话介绍自己的功能？那我这个商品呢上天下海都没问题。嗯、啊，那你知道中文的下海有另外一个意思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哇嘞！我说大马小姐，你虽然多才多艺，但也太傻太天真了吧？